上面喂。展示，我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找我要做什么？那刚刚聊了减刑上，现在在亲戚家保鞋啊，嘿嘿，你绝对不敢相信。你准备要停了吗？你就说吧。可被吓得滚屎滚尿啊！啊，那男装兵说了，哎，来，那求婚呐、啊！哦，牛逼啊！那求婚啊！那可以传宗接代，光宗耀祖啦，算伟王！恭喜你啊！太好了，那要在婚礼上裸体倒立，让大家看看那压了三十年的小宅子的那子气、啊。听我说，你别这样，你最得力了，跟哪一起裸呗？我不要裸体啊！李广生，我不要裸体，听不到，再大声点！我不要裸体，一起跳裸，是裸舞，但还是听不到。我不要裸体，我不要裸体，那找马哥一起，不要找马哥，不要耍棍舞，那要转大点，不要转大点，一起转嘛，我不要裸体。你红包给1万块了。